我们到了刁曼岛，历经5个小时开车，2个小时的坐船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刁曼岛，感觉非常新鲜，很多外国人。好了，因为我们一大早出发，饭还没有吃，现在非常饿了。我们先进入住酒店，然后早点吃了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潜水。哇，这实在太多行李了，两家带，拖家带口，一拖也要出来旅游，这是一种信念，我们不能放弃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酒店。哇，这里不错。买啤酒来我们这里，10块钱三罐。啊，非常激动。好意思啊，琳达刚过生日的。他这两天也拍婚纱照。要明天啊，你今晚等下来这边孔放一下，要不要？因为我说自己可以啊，自己可以，你来看吗？没有人看的，这边是有游泳池啊，游泳池不行啊，我想看这边有，这边你自由活动啊。假如出海的凹钉了，就另外了啊，就有人看了。就是附近，比如说看一些小鱼啊，小鱼啊，这里是吧？这边这里，我们先入住酒店啊，这个酒店是临时订的，比较贵，约500人民币一晚。说这个是4.5星级的酒店，看起来也还 OK， 3张床，一个。冷气这些，这里面是冲凉房。琳达，看面。哎。OK。这位摄影师，你饿了吗？饿了。啊？那就不用拍了，先吃呗。先刷。